背一个制作人，但唱啊，他说，哎，你唱啊的时候好像费玉清哦。然后有一天呢，这位前辈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我是他的和声，他弹到一半，突然转头，俊怡，你等一下用那个费玉清的声音唱《快乐天堂》。然后那个前辈叫黄韵玲，然后就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好像啊。然后我那次在台上唱了之后，我才哎，我好像可以模仿他。这位同学让我们等很久哎，你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哎。这十年在干嘛呢？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你在做你的专辑对不对？离上一张到现在距离九年呢、啊，终于。新姐姐，谢谢。等你等到我心痛哎。帮他拿一下。对，好好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熊赫诶，锦妮，这个是、嗯、我这九年来的创作，然后是我受到一个人的鼓励，要我一定要用台语写歌，真的是江蕙，他说啊，我台语是我的母语，为什么要糟蹋我自己的母语？不好好用母语，不发挥一下，所以我就写了一张专辑，好累哦。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专辑，里面的歌蛮不台语的。大部分都蛮不台语的，就是不可怜，就是台语歌好像都很可怜、哦，很苦，有点凄凉。对，然后这张，对这张蛮不台语的。对，然后除了你没有哭腔，我听都没有哭腔。讲话可以哦。那除了专辑之外呢，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档期，9月30号礼拜六晚上在新庄红会广场，在 New Taipei 我要办演唱会。哇，优秀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那这样子一定要来唱一下。阿雷姆巴拉丁戈巴纳纳，阿琳娜琳娜一起卡巴拉。人生有这多烦恼，咱都爱放轻松呢。有时候想得太美，没什么能够绝对哟。免艰苦，嘴一个嘴一个好打啦。生活从来都不嫌贵，今夜变困一杯过一杯，哎，饮啦饮啦，大家做伙饮啦，恁有百啦，恁有百啦啦，饮啦饮啦，回过气来饮啦，饮啦饮啦，一起开百啦，饮啦饮啦，大家做伙饮啦，恁有百啦，恁有百啦啦，饮啦饮啦，回过气来饮啦，饮啦饮啦，一起开百啦。喝酒、哦、是不是这样的一首歌？哎，这首歌是不是该喝一点？而且会想要喝会重水果酒，是不是酒趴了？对，水果的。哎，你很了解、啊。但是你从什么时候发现，他说自己你的声音就是你想要去模仿小哥，就是你怎么找到这个路？别人说的，因为我以前是和声嘛，然后我被一个制作人但唱啊，他说哎，你唱啊的时候好像费玉清哦。你要不要就是试着模仿他看看，然后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然后有一天呢，这位前辈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我是他的和声，他弹到一半，突然转头，俊怡，你等一下用那个费玉清的声音唱《快乐天堂》。然后那个前辈叫黄韵玲啊哈，然后那快乐天堂只用然后用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好像啊。然后我那次在台上唱了之后，我才哎，我好像可以模仿他。我冬天也没练，就找到那条路了。对，你可以用费玉清唱你刚刚那首《琳娜》吗？琳娜，琳娜，大概这回琳娜，练舞罢了，练个板娜。